如果你在路边摊遇到这样一碗仙女河粉，就卖10块钱，你会尝尝吗？做法特别的简单，粉色的童年回忆，加猪肉粉和一点点糖，小火煮开，倒进长方形的盘子里。我还做了一锅紫色的，加热的时候一定要不停地搅拌，偷懒的话一定会糊锅的。菊若常温放凉就能凝固，把它对折切成河粉的形状，盖在西米上面，五彩斑斓的小料别忘了，这是花里胡哨的关键。再来一道浓香的椰浆，没有的话用椰奶也可以，满满一碗，学会了就能去摆摊。